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崩坏星穹铁道皮诺康尼亚点一版本最新活动攻略》，配方推导总览《崩坏星穹铁道》，已完结杯中励志活动攻略。忧伤的怪物们，调酒精梦酒吧，忧伤的怪物们，奇二忧伤的怪物们，奇三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正式营业了，我们选择前往接待。好，跑到这一个调饮台，我们开始。这边的话呢，有这个配方推导，我们点击开来，大家看到，那我们首先推导第一个这个甜蜜心绪啊，大家跟着我一块来，我们开始推导。进去之后呢，它这边会帮我们默认好这个杯子和冰块，我们只要加这个原料就行了啊。那从左边来看，大家看到最底层是蓝色，中间是绿色，最上面是粉色，所以我们先加安神气泡饮，再加上绿色的这个冰点苏乐达，再加上这个腾腾博士，这样分层就一样了，不要搅拌，直接下一步挂上一个折纸小鸟就完成了。好，大家看到呢，这样这个配方呢我们就解锁了。接下来呢是这个冰宫，我们过来推导。好，大家看到最左边它这个底下这个混合颜色也看不出来是什么，但是知道的是它加了两份，因为这个体积比较大，然后第三份呢是这个绿色的，第四份呢是这个蓝色的啊，所以第一份和第二份肯定是搅拌在一起的，首先是这个粉色啊，然后大家再加一个绿色，搅拌一下看看对不对。好，搅拌完了之后大家发现和这个边上颜色是一样的，那就说明对了。然后呢我们再加一份绿色的冰点苏乐达，再加一份蓝色的安神气泡饮就好了，然后我们直接下一步折纸小鸟完成了。解锁第二个配方，然后是第三个奇力优惠，我们开始推导。好，我们这边看到左边这个好像是一个整体，但是又好像有点变色，那总之呢我们这边选择两份冰点苏乐达，因为它这边偏绿一点嘛，然后再加入一份安神气泡饮，然后我们搅拌一下啊，感觉这个颜色和左边的好像差不多了，然后再来一份腾腾博士。好，我们直接下一步再卡一片柠檬完成，看看对不对。啊，是对的。好，那这边三个这个配方都解锁了，其实下面的话呢我们还要解决完情绪的那个怪物的情绪之后，我们现在先不管。好，我们这边直接选择开始接待。好，那这边大家看到他要一个超级浓厚的小杯饮料，我那边可以选，左边是按照配方来，右边是自由调制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自由调制，首先是要小杯，小杯这个都可以啊，随便选一个小杯，然后呢也还是来大量的冰块，这样子饮料就可以加的少一点，我们是黑心店啊。然后他这个超浓厚，大家看到两滴水的这个大于等于二啊，那我们就去右边看这个浓厚的，这个极致糖浆就是浓厚的，鸡梦果酱也是浓厚的，这个反正我们就一直加浓厚就可以，它要大于等于二嘛啊。然后我们直接下一步切片柠檬就行了，它只对这个浓厚有要求。好，接下来要求是小杯的甜的颜色层次清晰的，我们那边还是自由调制，首先小杯大冰。好，然后它这个甜味呢要大于等于一啊，然后颜色呢要分为两层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就腾腾博士，然后冰点苏乐达，需要注意的是这边我们需要搅拌一下，因为它这个颜色只能分两层。最后呢再往上加一个鸡梦果酱，大家看到这样就完美符合它的要求了，再卡一片柠檬完成调制。好，我们那边直接继续接待。好，这边要小杯口味强烈的啊，我们直接自由调制小杯，下一步大量冰，下一步。好，那大家看到强烈呢是这个酒杯啊，然后呢只能是一啊，大家看到它没有说大于等于或者怎么样，这样的话只能是一。那我们来一份这个极致糖浆啊，然后呢再来两份这个腾腾博士，因为它不影响这个味道强烈。好，我们直接下一步卡片柠檬完成。好，这边是大杯苦的超强烈，首先我们选一个大杯大量冰。好，然后要苦味，那苦味的话我们就先添加一份安神气泡饮。好，然后呢它这个超强烈大于等于二，我们再添加两份这个鸡梦果酱啊，是三份鸡梦果酱，这个是大杯啊。好，我们直接下一步切片柠檬完成。好，继续接待啊，这边呢是要大份浓浓的
那首先来一个大杯，下一步啊，它要这个浓厚一啊。好，那它这边浓厚啊只能是一，然后大家看到这现在的原料基本上都有加浓厚和减浓厚的。来，我们先来这个一份极致糖浆，再来一份鸡梦果酱。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浓厚度是3啊，好，我们再放两份这个腾腾博士，就可以把这个浓厚减到1了。好，我们直接下一步挂一片柠檬完成。好，接下来要这个甜的清爽的类型。好，我们这边选择一个小型然后大量冰块啊，然后这个甜味呢要大于等于1，然后清爽要负1。来，我们先来这个两份腾腾博士，然后再来一份这个鸡梦果酱啊，就符合他的要求了。下一步切片柠檬完成。好，这边选择完成接待。好，接下来呢看到小弟的月鸟东北方向走过来和他俩对话。好，这边和这个司令对话之后呢，选择安抚他的情绪啊，解锁这个心绪表盘，进入他这个心绪空间。好，这边的话呢跟着这个任务指引这个方向直接往上跑就好了，做这一个气泡弹珠。那顺着这个机关往前，第一个机关开启旋转，第二个开启旋转就好了。好，单行道接着往后走到下一个气泡弹珠机，顺着机关往前，第一个机关开启，第二个机关开启，好，第三个机关不理它，直接往后到第四个机关开启，第五个机关开启，然后旋转一下就好了。好，直接过来找他。好，这样呢就解决他的这个司令的这个情绪困扰了，可以领到20星穹。好，接着再过来和黑桃对话啊，解锁他的这个心绪表盘。好，也是跟着这个任务指引笔直往前走就好了。左拐，下楼梯，再右拐，找到黑桃。好，然后呢看到这个小地图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，这里有这个充能。好，拿上之后呢看到小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往前走，在这边使用我们的充能，翻上这一个墙面，然后呢直接看到小地图右边东方向往前走，过了这扇门，用一下我们的充能，看到我们的左前方有很多这个气球啊，把气球打掉可以再摸一次充能。然后呢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区下方南方向坐这边的这一个黄色泡泡，放到这一面墙，在我们的左手边就可以抓到它了。那这边先把这个桥给它开了，哎，再过来跟它对话。好，对完话之后呢朝着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往前走，回到我们一开始这个充能塔这个地方，我们过来回收一下充能。好，补充完之后啊，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上角西北方向朝这个方向往前走，从这边的墙呢我们使用充能翻上来，看到小地图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，然后左转，再左转，沿这条路往前走，再用一次我们的充能，就可以找到这个黑桃了。好，那他的这个情绪困扰也就解决了，再拿到20星穹。好，那这边呢又是一个教学关卡了，大家看到左边啊，它有大概的一个基底风味告诉我们怎么调。那首先呢它的要求是超大杯，好，我们先选择这个超大杯，下一步
然后冰块的话无所谓，怎么样都行。下一步，好，它的基底风味大家看到是偏苦的，然后和柔和的。那我们就加入这个安神气泡饮，安神气泡饮这个草莓是负一啊，正好是微苦，然后柔和呢，这个西红果沙司啊，也是这个酒杯这个负一，然后把两个搅拌一下，就是符合它要求的这个基底风味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基底调完了之后，大家看到它下一步要求是要这个微甜，我们现在是负一啊，到达微甜的话，我们需要加两格，我们就使用提纯扶阳奶。哎，大家看到微甜就变成一了。好，然后超强烈这个大于等于二，啊，我们就加入两份这个鸡梦果酱。好，大家看到这边就满足要求了，我们直接下一步插一个柠檬 ，OK。好，那么这个棋二也就完成了，我们来这边进行一个分批，一于下一批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这边过来承接上一批，接着过来做棋三。好，稍微一个小对话，接着过来营业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先来配方推导。哎，大家看到解锁了三个新的，首先是呢这个光彩时刻开始推导。好好，那我们来一份这个鸡梦果酱，两份鸡梦果酱，然后来一个魔血能量给它搅拌一下，因为这个颜色稍微偏黄一点，大家看这样就对了。然后下一步加一个薄荷叶完成。好，再来是实在映射开始推导。好，那这边呢先来一份西红果沙司，再来一个鸡梦果酱搅拌，再来一杯这个安神气泡饮啊，再来一个安神气泡饮。好，我们接下一步啊，然后呢挂一个折纸小鸟完成。好，接下来呢是这个冬日花园，我们直接开始。好，我们先来一份西红果沙司，一份极致糖浆搅拌一下，然后呢再来两份极致糖浆，好，和一份提纯扶阳奶就 OK 了。好，这边挂的是一个这个仓鼠球骑士卡片完成。好，这样的话呢三份这个推导啊都完成了，后面的还没解锁不管，待直接这个开始接待。好，我们里面选择这个甄选饮品，因为它指定了这个饮料啊，好，给它来这个遗失的风开始调制。那首先是这个大型高脚杯，大量冰块，然后呢一份的怪味浓汁，两份的安神气泡饮和一份冰点苏乐达。下一步然后挂一个薄荷叶完成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自由调制啊，它要这个基底风味破碎，我这边选择一个大型的古典杯啊，然后大量冰块，那它的基底的话呢要微苦，我们就来一份这个安神气泡饮啊，然后呢要一份强烈，我们再加一个极致糖浆搅拌一下啊，那我们这个底啊就做好了，然后它要超清爽啊，我们来这个冰点苏乐达，再来一份腾腾博士。好，大家看到这样就好了，下一步来一个这个知更鸟卡片完成。好，我们这边继续接待啊，这边要有这个橡皮糖啊，我们选择左边甄选饮品啊，然后找到右下角橡皮糖开始调制。好，这边的话呢是一个超大型的高脚杯，然后大量的冰块啊，两份的这个西红果沙司一份，两份，然后一份怪味浓汁和一份这个腾腾博士搅拌，最后呢再来一份这个提纯扶阳奶。下一步啊，选择仓鼠球骑士卡片完成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个自由调制啊，我们这边选择一个大型古典杯，大量冰块，然后基底的话呢这边来一份腾腾博士啊，再来一份极致糖浆搅拌一下，然后呢它要超浓厚大于等于二啊，我们就再来两份这个极致糖浆。下一步随便挂一个薄荷叶完成。好，继续接待。好，自由调制，然后呢它要这个大杯啊，我们来一个大型古典杯，然后大量冰块。下一步，好，那我们先来一个提纯扶阳奶和娇娇博士搅拌，这边甜度是3，那
那我们再来两份这个怪味浓汁就好了，下一步然后随便挂一个柠檬就 OK。 好，接着自由调制，这边要超大杯，我们来个超大型古典杯，然后大量冰块，反正这边要超甜和超强烈，然后颜色呢要分为三层啊。来，我们先来这个两份提纯扶阳奶，好，然后呢再来一份这个鸡梦果酱，好，最后呢再来两份极致糖浆，下一步挂个柠檬完成。好，这边选择完成接待，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叙述下方南方向跑无雪找这个铁皮人，这边开起来是中标把戏。好，我们笔直往前走上楼梯，好，然后右拐再右拐到这个高亮点，然后画了之后呢笔直往前走，然后右拐找这个淑女对话。好，这边对完话之后，然后我刚刚帮他取个饮料来，拿上饮料朝着小地图右下角东南方向过来，把这饮料给这铁皮人。好，我们就选择这个底层是黑色，然后中间是蓝色，表层是白色。好，就完成他的这个情绪困扰了，领取20元，20星穷。好，那么岐山到这边，我们去下个题台，简单，拜拜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